出果须陀环，就得天眼通啊，天耳通，这两种神通就得到。这个二果斯陀含呢，就得他心通，别人心里起心动念呢，你就知道。我就问他，我说我现在想一个，你知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没有得过罗汉，不但你没有证得过罗汉，你连小乘斯陀含果你也没证得。这样他才服了气，他是误会，他并不是骗我啊，并不是炫耀，他自己误会了啊。实在讲，修行当中得一点小小的清安自在，哎，烦恼清了，就认为自己证阿罗汉果了啊，这是误会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解除啊，要了解它。那么还有一次，我在洛杉矶讲经啊，洛杉矶有五个年轻人听说有一个西藏的喇嘛给他们证明他们开了悟的啊，我在那里讲经啊，他们呢要听经，听完经之后啊，就有三个，我不知道哪五个人啊，有三个的时候听经，听完经了来要求我给他做证明他们开悟了啊，来问我法师，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开悟了。我说没有。他就很生气，这很生气，他说哈，这是这个喇嘛活佛仁波切都说我开悟了，他说你怎么可以说我没开悟啊。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没有开悟啊，你来问我你一定没开悟。你要开悟你怎么来问我呢？我说被人骗了还不知道啊。现在这个社会呀，太乱了，妖魔鬼怪到处都是啊，怎么要小心谨慎啊，不能上当啊，不能被人欺瞒啊，自己头脑要清楚，决定不可以贪图名利啊。为什么呢？你只有一点贪心，魔会利用你，你利用魔，魔同样利用，彼此互相利用，等到哪一天魔走了，你失败了，将来堕落三途啊，啊，那就苦不堪言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利害得失啊，眼前虽然有一点小利，后来那个罪报是不得了的啊，太可怕了啊。这个佛说说这个是一颠加了，这个颠加一颠加就是断善根的啊，没有善根的人啊，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啊，这个多罗木就是贝多罗树，这是印度啊，有这个树生产在热带，这个树被刀砍断了就不会再生长了啊。佛用这个做比喻，佛即是人永云善根，无佛之戒成三苦海，不成三昧啊。凡是犯大妄语的决定不能成就，他的烦恼习气一定很重啊，嗔恨心强，报复心重啊。所以遇到这一类的人，他虽然称大善知识，虽然拥有信徒很多很多，我们也只能对他敬而远之
知道他所修所学的决定了不如法。再看下面经文，我灭度后，这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持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身彼末法之中，作种种行度诸轮转，轮转就是轮回的众生。像我们现在末法时期，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诸佛菩萨阿罗汉呢？有，真的有啊，假的也不少，这个要搞清楚，有真有假啊，也有真的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些诸佛菩萨阿罗汉呢，现在在我们这个人间呢，啊，这是佛嘱咐他们呢，要度脱末法时期最苦的众生，或作沙门，啊，沙门是出家人，或者现呢出家相。白衣居士，啊，或者现在家相，啊，在家居士长者，现在家相，人王宰官，人王就是现国王，啊，示现做总统，啊，菩萨阿罗汉再来的，啊，宰官呢就是文武百官。这做官的也有菩萨阿罗汉的在其中，童男童女啊，实在讲就是普门品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样的身相啊，在这个世界与众生呢和光同尘啊，他在这个里面以种种善巧方便呢度化我们，甚至于呢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啊，这种被我们世间人看作不好的行业里头也有佛菩萨在其中啊。为什么呢？那个里面造作罪业的人很多，菩萨应现在这个里面呢度化这些人，劝这些人回头是岸。与其同事啊，称赞佛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这就是真正的佛菩萨，决定不会呀谤法，决定不会毁谤三宝啊，一定是赞叹三宝，规劝大众断恶修善，那就是佛菩萨阿罗汉应化在人间。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亲言未说，这些人真正的诸佛菩萨在世间应化的，他决定不肯说明他的身份啊，换一句话说，身份决定不会暴露，这是真的。我们跟这些佛菩萨在一起相处，不知道他是佛菩萨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所记载的永明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是以出家人的身份，就是此地所讲的